蛋卷，蛋卷，上面蛋卷，麻糊的哦，哦，这是高成本的哦，而且哦，绝对让大家吃了之后心，因为我是包好就是植物油的，嘿，这也算一茶哟，好，好，谢谢蛋卷，来，大家最近有看到报章杂志是电视，那有看到我的报道对无？养蛋达人就是我们古董市场古龙海，对吧？最近弄看到了，报章杂志嘛，有人讲哦。来，大家好，等下要领到我上好上珍贵的 D 基金。这个 D 基金，我介用心，为什么介用心？因为呢，我家家己饲，饲伫个对阿里山脚，好山好水所在，而且我家只鸡拢是放山鸡哦，唔是迄种人阿鸡。我的鸡足健康的，啊，我健康。伊是有走运动的，有滴运动的，咱平时有运动，安怎？身体着勇敢对吧？好，爱晒日，爱晒日头对吧？是，而且较重要吧？重要，哦，即摆是安怎注重的对吧？我的鸡食比人较好呢，安怎？你看，食灵芝多糖体、纳豆菌、叶黄素，咱在地有人饲鸡无？有饲鸡过无？饲鸡吼，那北方的鸡安怎来看上盖上盖准？鸡冠对吧？对哦，怕哦，姐这种真正来行的啦。咱若要看好的鸡，北方的鸡，这个鸡冠是上盖重要。愈红愈好，鸡毛愈水愈好对吧？啊，这有叫北方吧？这北方对吧？哈，啊，搁大家拢到山边哦，来啦，观光车。你看大家这么水，我搁要来送礼物啦，安尼有好无？啊，你有无送礼物啦？送礼物，哎，伊啦，我来送。哦，我将阿嫂你来送吼。哎呀，对啦，咱饲鸡嘞，饲鸡大行的嘞，是养鸡达人。来，叫门姐吼，咱讲低级。